医生，你两个现在状况安怎？戚先生除了额头弄到肿起来以外，无啥物外伤。顶多是蔡先生叶伤较严重，但是因两个拢无性命的危险。再观察一下，若是无问题，就会当回去好睏啊。多谢医生。你的胸没什么要紧，去一阵嘛，你得拉出营养。才相信你，你为什么搁安尼做？为什么？你讲啊！你讲，你为什么安尼做？阿娟，你讲啊！阿娟，蔡志祥，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？你跟文良是安怎会暴露刷卡？你讲清楚！我无啥物好解释，怕伊受伤，拢是我害的。你要怕我？没我，阿是够我，我拢无怨言。你都已经把阮爸害到安尼啊，你搁敢有啥物怨言？你怎么把我离开？离开！你怎么把我离开？是的。你莫怪真相，不是伊，搞我杀你刷卡，全都是伊用伊身躯来保护我，我就无消息。你听我讲，你听我，要阿公。文亮，你先别讲话哈，你先休困哈，你乖。唔免，嘉文，我真好滴啦。我先别讲哦，正想哦，无做唔着代志，伊无对不起我。李督察。督察。是叫我叫你嘉文啦，我敢有叫唔对心？文亮，文亮，你是不是全部拢收起来？你奇怪对不？是啊，我做清醒。妈，你会记所有代志啊？明仔日我呢，我是亚军，我是铁扇公主。铁扇公主，你
还是当时叫什么铁扇公主。不管你是亚军还是铁扇公主，你都是爸爸爱的上界宝贝的孩子，也是天上一粒上界闪耀的星星。嗯，爸，你好厉害啊。做啥时候啊？应该就是陈秋医生讲的，好我两爸爸起起来，回转去，伊发生意外的所在，伊就会好起来。是，以我看起来吼，过去这代志吼，就亲像天公伯啊，要画一个考验。现在我的劫数都过去了，所以我就当回来跟你们大家团圆，对吧？爸，是我之前对你做遐个代志，莫阁讲。你已经跟我回归系列了，敢不是嘞？以前我蛮原谅你啊，嗯。但都是这届，我应该跟你睡多些，你敢救一命？前公义的好朋友变成冤仇人，面对感情战争，敢会乎互相扶持的亲兄弟心愈离愈远？感情的人生梦雾会安怎一步一步横过天青？请看《民视最新八点大戏》《爱的荣耀》。